哎，这个知识有点新鲜啊。好球！白球没叫到，火箭选择贴一杆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大熊。咱们今天来看一下去年的欧洲大师赛半决赛，火箭对阵梁文博。只是现在火箭大比分领先，这一杆火箭也没有选择继续重解啊，打进这个红球就超分了。这个局面到这里，梁博已经失去了大部分先机，看一下能打多少分。漂亮的架杆，大包球。漂亮这一杆，架杆真好啊，连续好几杆架杆呢。没问题。16。哇，这个局面清红了，难度很大。稳住！哎呀，有点厚，还好进了，要不然就结束回家了。要逆转这一局，必须要清台。绿球的角度有些大。这个角度要 K 到粉球，这杆也是怕把粉球 K 到库边去，所以收着力打的。再来架杆，漂亮！这一局四个架杆了，极限球都是稳定啊，这架杆推过来就是。还需要加杆，关键球，好球，第五杆加杆，一分的黑球，这个局面被逆转了，火箭是真没想到啊，早知道让他继续解了，非常硬核的一杆青苔，哎，大家别走啊。随后的一局，这一局打了半个多小时，防了半个多小时，特别的精彩这一局防守啊！咱们就挑最后的这一点点来看。这球解球是真背，解到了往袋口跑，角度比较直，看火箭是选择勾球，还是低杆直接往回拽。这红球离袋口还有一丢丢距离啊，勾球还不是很好控。最后这场比赛，欧洲大师赛，两个关系非常好啊。中国球员里边和火箭关系最好的就是梁博。